不是讲咱要叫恁调开啦，还是疫情的关系啦吼？两百个后尾啊，啊，挂着了，你啊，哪啦？两百个后尾来无？恁要食啥？恁讲好无？有人啊？有人要食鸡腿无？这规支拢无骨的哦。这三支鸡腿行起来差不多500。今仔阮在大哥，你刚去买公主，今仔专工来为台中来甲咱买一支鸡腿，你甲问看有影无？咱袂乌白讲话，咱卖恁的物件实实在在，恁试食看嘛。即我最近的新产品，全部三个价钱，这三支总共免500，一支够哩，一支够哩。啊，这感谢你，大哥，真正感谢你咱支持，一包够哩。三个人计价钱，你先价钱的先聊，300了，300块，三个啊，三个就无结束啊，没有了，无啊，遐三个拢价钱也无啊。是嘞，到底甲鸡腿甲鸡腿无，拢甲鸡腿，我水水甲叫饭啊。啊，你平常有啥物话要注意？迄，是啊，迄定时我这拢来，我做一摆好了。我这家袂细心啊，我这家袂细心好啊。这拢无啊，这要求好食，这袂甲你怎啊？介绍你就爱来啊，是啊，那鱼足俗，伊足好食，我甲你趁足机会啊。来摸摸虾啊，你有看无？规拢虾啊。定制花枝虾排，来摸摸虾啊，家己看，红色的拢虾啊，来，只要我计算200，这两个字叫400，一平两个人客，你先客是我先卖你哦，100了，100块，这两个啊，好的，最后就是100无，最后就是100无，最后就是100无，想我平常的，最后这100做咩啊？包我拜托恁一个人买上云楼啊，卖买者，好无？啊，给我一个机会，你食看嘛。你若袂爱食这类物件的人，你买予恁厝的人食看嘛，拜托，好无？啊，足俗足好食，啊，广式瘦肉粥，规包内底拢料。这一只猪肉百二，两包猪肉皮也是我免。相信我一个好无？100了，100块。上个啊？100块，用我烧炉啊，加一只两块块好食，加皮蛋块好食，100块。广式瘦肉粥，大哥你要食啥？我讲。满啊！100。来者。满啊！100。阿姨，真正做好食，你四年我一百。我无爱食。你无爱食嘛？你爱食看嘛？你袂当，你袂当讲拢要精食，你爱试看嘛？100块你试看嘛？来边阿姐。两个拢无爱食糜。我爱食咩？要食蒜泥的手夹夹，最后一箱。300块啦，300块。300块来收钱，五个人加钱啊，收钱。300块。你说一下。300块，这是小地哦，你若无来，你会当退钱哦，小地迄买你位地哦。机会敢有走足济？来，你有要算你加钱的手来个？这地是必算，啊，这是伊的较买你一点嘛，啊，同款肉油，同款甜，啊，你若无来，你会当退钱无？变有人要来无？300块，你收几个？两个。你收最后两个300了啊。最后两个300块，好不好？最后两个300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无最后搁一个300，好不好？这拢送你，好不好？这种用煎的就好啊，300就好。最后搁一个人加敢要300块，最后搁一个300敢要300，一个饼干啊，了了后就好啊。来，你先加钱，你有加钱，感谢你啊，加吃一点嘛。好，再搁送你，互你吃好爽。最后一个300无。这拢互恁啊，我无你袂接受的哦。再个互恁，最后一个300啥物啊？包棍。几个？两个。最后一个300啥物食无？徛开就无代志，徛开就无代志哦。最后一个300啥物也无啊，拜托的。好无。头一个买啥？头一个加钱的啥？150啊，加几张？这鸡腿哦。一人加两支鸡腿汤，阿峰的。你半个。半个哦。咱个有足济个，应该嘛还好吧？哦，你现看有啥物好料，你我卖。看有啥物遐死人咱卖的物件。啊，你看要食干贝。干贝，看有要吃。
我即话讲吼，感谢恁的支持啦，好不好？那主要方法有啥物要做？那边。我买迄个保险车是十包。而且，今仔日哦，咱清清楚楚好好落来吼，今仔去影响过大家生存啦。啊，我凊彩好好恁落来，啊，恁自己啊进来啊，好不好？我要凊彩卖啊，吼，起来赶速度啊！看嘞，我起来赶速度啊吼！恁拢卖关键啥物物件啦，我著要取了就对啊。看嘞，结账。来哦，这国宴虾饺，这有钱你买袂着。我现在高速投票你啦，应该是抢到。嗯，哎，要后背。后背就你的代志啊。对对对。来毛豆，可以再去投票。我今仔先吹一下凉的啦吼，还无今仔个人影响着。肥婆炒饭，炒什么饭？啊。我这个鸡腿够灵啦吼，我家己健康吃。不然肥婆，你要开箱什么？我去给你开箱好了。金融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人去，感谢你啊！今仔上少给恁啊，三百了，来三百块，全部拢给恁三百块，五个啊，全部五个，今日三百了，五个啊，三百块，先收啊，搁收啊，三百，三百块钱你几啊？三百，最后搁一个三百。来几个？啊靠！哟，今仔鸡腿公拢无卖，鸡块拢无卖呢。你敢有要食鸡腿公啊？鸡块？你几个？两个。几个招啊？几个？哪有五百？几个？破破了啊！鲍鱼起起来，规盘盘啊！破破了啊！今仔无法动啊！哦，今仔咱卖有需要是吗？你去找钱啊！你去找钱啊！这个包，我一包鲍鱼，今天搁送我你啦，三百块钱啊！最后搁一个啦，来一千啊！来一个，最后搁一个进来啦，三百块啦！我帮你七早八早你卖车啦，三百块钱同个啦。那明天手机有人看得到吗？现在就看到了，最好一个沙发，快点啦！等一下你看得到，现在看得到。现在快点，我叫沙耶。等一下，你有看这个沙耶？哎，我没看这个。没有。你快点。我哎，我感觉你不是四个。快点再去吧。没上啊，你是不了。你五个嘛？我清哈喽。K D 哈喽。阿个挂电话哈喽。阿拢无个钱去未啊？四个。啊，阿妈很用心，来提起啊！原来椅子是我们准备的，这个就是要卸下来啊，脚比较不能久站的人坐。来提起啊！来提起啊！野力饼上过没有？你看人无买着萝卜糕诶，萝卜糕甲人无买着诶，萝卜糕你拢买着来哦，来现场鱼仔起来拼拼，来，阿嫂，迄拢摕来烘好啊，啊你迄个皮袂变诶，皮袂变诶，来啊，迄个鱼头变诶，黄片鱼头变诶，啊你家己要摆啥，你家己要哪摆，你若要食三文鱼头无？你一包五粒，啊，啊，拢甲你饲，拢甲你乌啊，家己当个卤烧就好啊。一包百二、两包二啊，是，我唔知，我卖你上俗啊，一包了，一百块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。走。一包就好啊，够青的吼，相信我。一包，头前。头前啊。最后搁一个一百五啊。最后搁一个一百五啊。箱子。箱子给个，互你弄好不好？鸡脚就是咁嘅，鸡脚就拢无卖，今日鸡脚就先来啊，重点先来啊。诶，你有买三百二十啥？啊，这包够你二十落啊，今日平日来二十块，二十块。有买，搁买二十落啊，今日二十。啊，只话因讲哦，恁注意听我讲哦，吼，注意听。啊，大家徛线啊，真正徛线，我做徛疫情吼，徛搁用，搁用检疫嘅，伊要提醒你啊，所以讲大家要注意听一下无。哎呀，耳也拍开，耳也拍开，好不？哎呀，这三万二卖现楼啊，
啊，我本身你袂济啊，啊，我配合迄个伊毋知，伊搁我留济，啊，即些我了去互你，即我无可能搁赚上个啊。有人知我煞把伊卖安怎卖无？现楼安怎卖到人知？我拢一下卖完，一下到人知。有人捌看我咧画无？一下一块啦吼，然后即些我了，大家讲了就了，啊，即种现切的，300几啊，500钱啊，钱正起我了，好，卖搁问几啊吧，200啊，我即世人无可能安尼卖你，200啊，300元，200块。阿姐，我普通时拢安尼卖两盒吧，我若买老的，我早就卖了啊，我唔免起来起起落物件来只鸟市卖啦，好不好？我三盒给你啦，真正了甲痛苦啦，哎呀，下当去食，无甲你骗钱的啦。我过来最近要开始卖蚵仔，我最近蚵仔人讲好啊，过来要卖蚵仔，应该马上就有啊。拢大面的，拢包给你嚼爽啊，蚵仔。70楼也无啊，70块。有一个赞，鸡腿卷我那边叫，按下去就变成蓝色的，然后数字加一。鸡腿卷还没按赞的朋友，记得帮我按赞一下。啊，广告帮我看一下，谢谢大家。今天应该还是有机会少看，应该讲还是蛮多的，虽然都赚了不少，不过都有在买的。